咬还是不咬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那负担太大了。觉醒了，干什么？我操！你真的好吓人呀！你这个动作，你真的没有打野吗？你这样吧，兄弟，你这个动作摆明告诉你有个打野在后面。玛莎卡，兄弟们，这么玩的吗？虚张声势，狗东西！我怎么一直往后说啊？我以为真的挨人了。我 W 在手上，他开怎么大呢？我想着我快死了，妈的，艾克 W 出现了，这样这个毙了。完了，下路他妈的。Enemy double kill。是咬还是不咬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呼呼，香饽饽正在路上。滚你奶奶的锤子，小兵敲他。是咬还是不咬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你笨了，兄弟！你没啊，兄弟！你啊，干嘛去？哎呦，这波好可惜，这波节奏很大的兄弟，这波他两个放先锋直接对面记了。哎，下路这波也是个双招，一个的难。兄弟们被双杀，被三杀。压一盘路，这样玩的。正在路上。Yes.
这么难杀。 是妖，还是毒妖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哎呀，队友四维斯好难，我心好塞。你们一直死，停在我心里呀、啊，兄弟们。 是时候了。你死的不难受，但是痛啊！我痛啊！痛死！这。 这么难赢啊！这条游戏，这不肯定要抓我，还不出现了。是妖还是毒妖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每做一波决定都是。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Shut down. 在死亡的边缘徘徊，对面打野没英雄都把我们打野打成这样，那谁让你一下子就上路稳赚，你不要一下子，我绝对送你，送个钩子呀送。 正在路上，你别逛了，兄弟，你跟我呀！你为什么要走来走去？这不明显跟我打呀！ 好难杀呀！是妖还是毒妖？你们都太爆炸了，炸的厉害。蛇女这把还死了。 靠你吸引了，你还死了。正在路上。
怪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再把推特霸晚点做吧。我不打不也做出来了，他回不去，他一技能回不去，艾克放不了大，都死了。摇摇晃摇，队友有点太疯了，真的无限给他们卖我，给他们拿优势，这波。中单起飞，打 AD 起飞，都两装备都好强的 ，AD 没闪。我听到你了。炫耀，我们中上一定会被扎单。这把我的吧，我都抓了。那我能感觉到对面要抓的，我要后面跟个人，我跟他可以打三。摇摇晃摇。
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你别告诉，你别教我玩，我在谁？你听我指挥。你老是教我玩，我是最讨厌的。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不告诉你怎么玩，跟踪上任何一个兵，当代人。我们越拖越远。大嘴有蛇女。我听到你了。你推的棒没闪现，什么闪现？跟一下我呗，你老是挂在那里，我是很危险的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他又不听，我觉得这种人很笨。在我们上下路兵线全出去，这瑞文凭什么压我？别过来，这波明显抓不了，就别抓呀。我需要你反蹲，不是过来叫你抓他，真的是笨啊！他麦克抓我，你过来帮我反。蛇女又倒了，你们两个是被单杀了吧？我们这里三个人，我们三分三，一换三，他们都是被单杀的。我说，你看我说话有时候我教过很多次，你不来的话我是会很着急的。我知道怎么赢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很迷茫。不成钢了，兄弟！四件套的蛇女一直死 ，AD 刚才也死了。道士上面，他肯定要跟那个女人打架。跟呀，猴哥，猴哥，你跟他啊！还是不鸟，这是一个猴哥啊！这外打全浪了。猴哥不笨的话，这把灵活点，好打。我听到你了。这把被推烂了。
大雷点魔抗不住，不怕被瞬秒。摇摇晃摇。啊，没出事吧？我们在反打手段挺强的。烦死了，不开要打。我听到了。正在路上。怎么压力这么大呀？兵线全我来管了。得过去。点毛的人打不过就使劲赖。我这个不能服，等一下出家给我们干一下。只要他这个不能干，是我没想到。差不多是时候了。这边很窒息啊，这样被我挖，我一个人都可以，我只要守得住他们，我已经不是守不守得住，我可以追着他们打了，已经不是守得住的，守得住的人，我是已经在追着他们打。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得了，放弃。我把十万 MP 给我了，我觉得我打得很好。别开！哎呀，我还死了！我去，我特。